这个周末我们来开发新的网美店啦。这家网美店是位在于 Los Altos 的 Bluestone Land， 是一家吃 brunch 的餐厅。那 overall 我们觉得食物算是普普通通，但是价格稍微比较贵，所以没有非常的推荐。这也不是现成的那种，感觉稍微外靠，它感觉是那种冷冻的，就它不是那样一个。在哪？哪里？哦，这是松哥滴的。在这边推荐给大家一个 app， 叫做 Elo Moves， 是由 Elo Yoga 这个瑜伽平台所开发出来的 app，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程度或是瑜伽流派的线上课程，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瑜伽基础想要在家里练习的话，可以试试看这个 app。